大家好，我是不二红城，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，下面请您欣赏精彩剧目。王福生，原名倪朝南，陕西长安县金溪庵市长安区人，著名秦腔表艺术家，中国剧协会员，剧协陕西分会会员。他还提时期就受民间皮影、耍社活等游艺活动的影响，对唱戏就爱得入迷。11岁那年，靠人眼见进入西安三艺社，开始学唱老旦，后来改丑最善眉旦。1924年出生于一个贫寒农家，幼年饱经忧患，非常艰辛。11岁时父亲病故，母亲改嫁为毛生路，投身梨园，先入李正敏的正艺社，实名王倪朝。一年至苏玉民领班的三艺社做科，排入府资辈，一名王福生。师承王德荣、高正宝、徐元明等前辈名家，主攻彩旦，兼演丑角，戏路甚宽。大丑、小丑、老丑均驾轻就熟，游京彩旦，名满西北。在迄今七十二年的艺术生涯中，演出剧目多达百余部，代表具有《唐知县沈诰命》《八剑一》《九剑一》《扑池凤青》《十余多等》，同时在《穷人恨》《白毛女》《二巧离婚》等现代戏里，也是演过各种性格的中老年妇女角色。小姑贤、看女堪称千锤百炼，炉火纯青是经典。1996年参加全省第一届戏剧观摩演出，荣获二等奖，曾被誉为中国戏曲的卓别林夏美。请您欣赏《看女选段》。我你母家娘哎，那个媳妇子你哦，你好像个天使的仇人，人家一家都像大，一家都像妈，人家天好像在我眼睛搁着的门道上。不是母娘，我在提醒俺的我媳妇子，真真的他妈的，把俺两窝肉都吃的，等下等。心疼的，我俩擦的北京街要钱了，娘我那俩念经哟，嘿嘿嘿嘿嘿嘿，长得灵性。我娘把我再叫一声妈呀，有两个老婆子，我浑身上汗的都是个湿摊的。挺火，我蒸了几个包子，我面看我娃一回。